现在来跟大家报告，就是救动团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正在找我们新的同事，因为我们目前的同事他就是之后要去当兵了，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找同事来加入我们。那我们平常在干嘛呢？我们就是主要我们每两个月会办一次黑客松，然后我们还有每年的大计划是居里里奖助金，然后我们日常的工作都会一起执行。所以如果你对于人坑搜或是开放资料或者开放政府这些串联的工作有兴趣的话，就欢迎来加入我们这样子。那就是你在共笔上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份文件，就是欢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这样。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除了办黑客松之外，我们今年救生团就是跳了那个 Coast Cup 的课，所以我们会担任就是 Coast Cup 的协调者的角色。那我们请 Laura 来讲一下。嗨，大家好。然后这边就是后来我们入选的，事实上也没有特别选，就是所有议程都在上面，就是为了拖一点秒数，让我把它念一下。第一个国家保障迈向两岁之展望。全民追真假设计开放群众参与的其实是 COVAX， 然后第三个是植物辨识辛酸，然后第四个是就是 Tor 匿名的网站，然后伊莎贝的协作的原则，我还蛮想要听这个议程的。然后 HC 来要当我们这个议程的主持人，他会讲 Open Source 取经的媒体经营模式，然后宇常会讲开放与民主如何被资讯战利用。然后 G0 Intel 要分享怎么用 G0 精神办面海黑客松。然后最后一个是先你如何参与天文研究，那详细细节下面有网址可以去阅读，就这样。还有17秒。